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是日系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四号，今日系星期一啦。好啦，我哋继续嚟到星期一嘅时间，我哋继续吓同大家咧揭露最新嘅时时间。好咁，我哋而家系晚间时段啦。好咁，我哋咧继续分翻开两个时段咧，咁我咧个嗰个时间弹性咧都比较咧系容易分配啊。咁但系咧，当然吓从某个角度嚟讲咧，又好似辛苦咗噶吓，因为咧。 就係好似咧工作嘅時間咧嚇分開咗兩段嚇就好似咧翻兩次工咁啦。好，我哋咧繼續咧係已經咧係連同啊係部分嘅網友嚇咁就係已經喺格拉斯哥啦。而我哋聽日咧將會咧一齊出席咧呢一個係活動噶。好啦，咁啊個活動咧會喺明天啊係十一月五號。好啦，咁啊所以啦，我哋好多聽眾都知道咧，我哋真係比較辛苦嚇咁啊。 節目可能咧，聽日會受到啲影響啦。再加埋咧，六號我哋離開嗱，因為咧同一時間要出席活動嚇，又要咧周居咧勞頓嚇，再加埋咧我哋咧就係差唔多係真係五年啦嚇，五年嚟咧基本上咧都係風雨不改咧咁樣咧做節目。好，我哋呢節繼續同大家揭露呢一個叫做香港藝人啊劉德華嗱。劉德華咧早前喺台灣咧搞演唱會。 喺台北搞噶嚇，借啲以咧大唱呢一個咧叫做中國人嚇喺現場啊，據說啊嗰啲叫做咧無知啊嘅歌迷啊喺度熱血沸騰噶而且咧成個場館咧佈置呢一個咧叫中國啊嚇，仲有中國龍啊嘅元素咧係非常之咧離譜同埋誇張，嗱簡直呢一個劉德華咧就係喺台灣咧大搞呢一個咧叫做。 係統戰咧嘅工作㗎，啊，劉德華搞嘅咧係軟統戰嚇。咁中國大陸其他部門呢，就係硬統戰啊，再加埋仲有呢，無統。好啦，咁啊，台灣呢，時至今天仍然有好多呢大問題㗎，因為呢，好多台灣呢，堅決呢係反共嘅人呢都一定要面對，就係、是、你要面對呢嗰個始終呢係民主社會嚟㗎，你唔能夠呢徹底係唔俾任何人呢講嘢。 而喺中國大陸咧，想投共嘅人咧，亦都咧相當之多噶，就係因為受到咧中國大陸咧嘅大外宣，仲有咧種種咧攻勢咧係夾攻，啊，包括埋呢一個咧叫劉德華噶，啊，而劉德華喺台灣咧大搞呢一個咧唱中國人嘅呢一件事，嗱，原本仲有好多人咧想，咁當然係講緊藍絲同五毛啦。 仲有中國大陸想幫呢一個劉德華咧辯護噶，又話咧係藝術啊、表演啊同政治無關，根本呢個講法咧就站不住腳噶。嚇你想唱榮光，嚇你睇下得唔得？佢仲話要全球呢攞禁制令噶，你話幾好笑啊？話你唱歌呢包括呢係港讀含義，嚇佢唱歌呢就冇包括呢系統戰含義。 好啦，嗱，结果咧，刘德华咧，根本咧，而家咧系获得咧，中国大陆咧系官方认证噶，啊，直情咧，中国大陆咧官媒啊，甚至乎系央视，吓，直情咧系直接咧喺社交媒体吓社群账号啊，吓内地可能叫社群账号啱啲，吓，因为应该正确嚟讲，社交媒体应该咧系喺比较自由嘅地方，比较开放嘅地方。嗱，不过当然啦。 嚇！啲科網具企、啲社交媒體當然唔係真係開放啦。啊，你做一啲違反佢嘅 agenda 嘅嘢咧，佢就會將你刪除噶啦。啊，當然最無恥嗰個例如就叫做 Facebook 啦。好啦，劉德華咧係獲得呢一個咧央視咧肯定噶，直情咧係 share 用微博 share 呢一個咧劉德華演唱呢一個咧叫中國人嘅片段。啊，重要咧。 大大隻字咧寫住話，哎呀志浩，感嘆號，劉德華唱出中國人嘅驕傲啊！嗱，所以唔使講啦吓，咁啊、嗯、香港四大天王入面咧，我頭號最討厭嚇、啊，應該話直情要列做敵人嗰個咧，肯定就係劉德華。好啦，咁、嗯、啊劉德華咧咁耐以嚟啊，係絕對咧係親共藝人嚟噶，情咧叫做舐到咧説説聲。好啦，啊而家咧唔單止咧叫做舐啊，叫做咧擺明居馬。 係帮中共咧系搞咧统战工作，好啦嗱，最无奈嗰样嘢就系咧喺台湾咧仍然有唔少咧无知啊嘅苦儒啊无知嘅粉丝吓无知嘅台湾人走去咧支持咧刘德华噶嗱，所以啦嗱，正正咧就系翻翻去咧我今日所讲咧嘅问题噶嗱，如果按照吓嗰一种叫做吓有好多戰人嘅逻辑吓唔值得帮呢个地方应该被毁灭。 嗱，按照呢個邏輯咧，呢、這個世界咧係冇任何地方咧係值得你去守護，係冇任何一個地方係安全。嗱，咁所以呢個講法咧係唔正常㗎，亦都唔正確。嗱，如果你硬係要喺台灣發掘一啲唔值得你去救嘅人，嗱咁肯定咧係一啲都唔少㗎。通常倒翻轉嚇，你去發掘啊，值得你去幫嘅人，通常都好少。好啦，嗱，你運用呢個邏輯喺所有嘅事情上邊，咁咧就冇嘢咧。 亦都冇人咧會走去追求咧自由噶啦，所以咧你不能夠用呢個方向嚇，就好似我哋所講啊，香港嗰啲賤人啊同小人多到咧數都數唔晒，都唔使講得遠啦，係嘛？香港嚟緊咧又會有一啲類似咧嘅論壇啊，咩峯會咧舉行噶啦。嗱咁我哋根據咧上一次咧嗰個經驗，咁咧就好不幸噶。嗱咁咧，我哋知道咧嘅消息嗱係嗰啲咧叫做小人啊，嚇同埋咧係賤人。 就會係搏老命咧，係想嚇叫做咧係逼又好，說服又好，說服主辦單位咧係唔好請某啲人嚇背割某啲人。嗱咁當然啦，對上一次主辦單位都冇睬佢哋啦。咁但係當然我哋亦都根本唔會有咩心機嚇，又或者有啲咩嘢覺得非要出席不可啦。啊，只不過係一個會議嚇，只不過係大家覺得咧就係而家咁多人咧係離開咗，亦都咧。 係冇任何咧嘅下一步，大家咧係叫搞個會咧出嚟咧係討論。好啦，咁所以啦，如果你話要我去數嚇，我數到嗰啲賤人啊多過你咧，應該一百倍㗎嚇。我聽翻嚟，好多人咧對其他香港人嘅投訴咧都係不外乎咧覺得佢咧自私嚇揾笨。咁呢個根本本身就係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咧嚇正常係會遇到咧嘅陌生人咧嘅行為嚟㗎。 好啦，咁所以啦，你永远咧将呢个摆做咧大前提，遇到不如意，跟住咧就话咧啊，诶、呃，香港咧应该去死啦，嗱咁咧就真系大件事。啦按照你呢个逻辑咧，其实咧台湾咧应该咧被轰炸噶，啊咁咧就大件事啦，真系。嗱不过咧人就系咁啦，中意赌气，包括咧而家美国总统大选噶，我美国总统大选咧，我话俾你知吓，我系唔介意讨论噶。 嚇！無論你點講，你想點樣説服我，又或者你過嚟咧，漫罵嚇、洗版嚇，各色其色，我都係會堅持翻自己講法。啊，即係話咧，何錦麗嘅不是，我會照講；特朗普嘅不是，我會照講。嚇，佢哋有事嘅地方，我亦都咧會照講。如果你想過嚟咧逼我，一定要咧同你講啲嘢一樣，咁咧就唔好意思啦。我咧係一定四百 percent 下，係會堅持，好簡單啊！呢、這個世界啊，同你。 同一阵线嘅人，吓佢做啱嘅你咪赞扬佢啦，支持佢啦。吓佢行错方向，吓好简单啫嘛，系嘛？屌柒佢咯，就系、是、好啦。嗱，有唔少美国选民咧，嗱都系咁嘅态度噶啊，就系、是、觉得咧美国冇得救啦，吓放弃啦佢嗱。按照翻咧佢哋而家嘅讲法啦，吓其实咧成个美国咧应该被放弃噶吓，因为咧按照呢个论述啊，嗱美国系腐烂不堪噶。 美国咧，佢不堪程度啊，应该咧值得你灭亡噶嗱咁，所以啦，你话呢一种讲法，其实咧你谂深一层就知道咧系站不住脚噶啊。无论听日发生咩事啊，唔好讲何锦丽当选定特朗普当选啦，啊，两个都死咗，喂，你都要继续噶啦，系嘛啊？咁你就唔做美国人啦，系咪移民啊？跟住下定跳海啊，系嘛？同样道理啊，你本身系反共就反共噶啦吓，听日后日边个当选？ 下有乜分別啊？嚇有個人做就就反共，下有個人唔做就唔反啦。咁而家係你反共定佢反共嘅？好啦，嗱我知道咧，就係嚇我講完啦嚇，咁啊當然有啲人會聽啦嚇，咁有啲人就可能都係堅持唔聽，咁都唔緊要嚇。總之我仍然係講翻嚇應該係正確嘅事情嚇，你唔聽我都唔緊要，我都係照講。嗱好啦咁啊，翻翻劉德華問題啦。嗱劉德華問題就係最佳。 嘅演繹嚟㗎，將我頭先個講法。嗱，咁台灣夠多人支持劉德華啦，係嘛？咁台灣係咪應該俾人炸咧？好啦，台灣俾人炸又好，唔俾人炸又好。吓你係支持台灣繼續呢一個民主政體，係抗拒中國大陸，甚至乎贊成應該消滅中國大陸。你嗰個睇法同立場係唔會有改變㗎。就算今天劉德華個演唱會四場爆滿。 但你呢種講法呢，你啲賭气嘅講法啦，嚇某個人唔做，哎呀就冇啦，玩完啦，先至正正係中國共產黨聽到最開心嘅事情。但你中意支持某個候選人，你幫佢拉票唔緊要，嚇你拉票难拉票，你唔好同我講呢咁嘅说話，呢係廢話嚟噶。好啦，呢節時間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俾黑客盗用信用卡，上网可以体验冇广告、冇弹出视窗、冇追踪嘅网站。粉碎审查制度可以帮助你绕过政府嘅审查，隐藏你嘅网上记录，可以自由访问新闻、娱乐同社交媒体。一百个国家三千二百多个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国家嘅节目。不限装置，订阅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几多部手机、电脑都可以共用一个账户，仲未安装 VPN 嘅朋友，记得快啲安装 Surfshark VPN，多谢。